妻子太完美了，所以丈夫决定杀了她。妻子要求丈夫必须坐着尿尿，刷牙必须弯腰90度，半滴水都不能溅在外面，就连鞋没放整齐也会被妻子训斥一番。太过追求完美的妻子，竟成了丈夫出轨美女下属的理由。而这时，美女下属还贴心地给她出了个好主意，在红酒中下毒，让妻子悄无声息地死去。准备好一切，丈夫开心地回到家，谁知一进家门，竟看到了满地的血迹。他慌张地满屋子找妻子，然而当他看到绑架信后，竟哈哈大笑，因为信上说敢报警就撕票，这不是刚瞌睡就有人来送枕头吗？他毫不犹豫地报了警，然后就开始等待妻子的死讯。现在他想站着尿尿就站着尿，哎，拖鞋我就乱扔，啤酒我就在卧室喝。他真希望一睁眼妻子就死了，然而绑匪却不乐意了，转天给他送上了妻子的指甲，并痛斥他报警，扬言要杀了他妻子。丈夫心中恨不得绑匪能快点动手呢，他转身就来到自家餐厅，和美女下属开了香槟大肆庆祝，但绑匪并没能如他所愿。绑匪在网上爆料说，他为了50亿赎金竟放弃了妻子，而邻居也来添把火说妻子早发现他出轨了。这还没完，警方在案发现场发现了他的脚印，他开始还说不可能，我的鞋就在鞋柜里呢，但球鞋却出他意料的不见了。完了，他瞬间预感有人在陷害自己，有人要把他塑造成绑架妻子的嫌疑人。就在他想着如何自证清白时，美女下属打来电话提醒他赶紧处理掉有毒的红酒，他赶紧把红酒全部倒进下水道，再用水冲洗干净地面，然后翻墙逃离了家。紧接着他找到了当侦探的前姐夫，前姐夫说没跑了，你就是凶手。丈夫发誓说不是他。经前姐夫的引导，他突然想起案发当天洗碗池中的情侣杯子，爱干净的妻子不可能让人用他们的情侣杯子，除非这个人和妻子关系非同一般。丈夫开始怀疑妻子可能是出轨了，但他又瞬间否定了这个想法。可前姐夫说他可能找到了那个男人，这个男人一直在跟踪丈夫。丈夫定睛一看，案发当晚男人出现在他家门口，丈夫一把抓住男人，男人立刻转身就跑，他跑他追，他插翅难飞，最终在天台抓住了男人。原来男人是妻子的学弟，他大骂丈夫是个混蛋，那么完美的学姐都不知道珍惜。骂完丈夫，学弟说那天跟踪他的可不止他一人。丈夫立刻找到美女下属，问他为什么跟踪自己，下属说怕丈夫狠不下去心动手，接着就开始转移话题，畅想着遗产和50亿怎么花，这让丈夫怀疑下属就是绑匪，骗取赎金然后让他当替罪羊。然而丈夫的质问却让下属以为他良心发现，想回去当个好老公，就恶狠狠地威胁说现在两人是一条绳的蚂蚱，休想甩掉他。看来虽然家花没有野花香，但野花可能有毒啊。无助的丈夫只能回家寻求温暖，但却被母亲和姐姐一顿胖揍。从姐姐口中，她得知自己平时一年回不了两回的家，可妻子却经常回来，母亲生病妻子精心的伺候，还经常在小店内帮忙，在他们面前没说过丈夫一句不好，对外甥女更是好到不行。但丈夫竟然还背叛了妻子，丈夫感到愧疚不已，想立马找回妻子，没想到外甥女这时竟给了他一把钥匙。他立刻回家打开了柜子，里面竟只有妻子的一封信，他感谢丈夫娶了她，并把全部遗产留给了丈夫。再看看他，竟想用当年求婚的同款红酒毒死妻子，他就是个混蛋啊。他越想就越后悔，开始祈祷妻子能平安的回来，但转天丈夫却被警方逮捕，因为在他车内发现了妻子的血迹，警方就要把他押上车。可这时快递小哥突然出现，绑匪送来了个 U 盘，视频中妻子已经被折磨得不成人样，丈夫看得心疼的流着泪哭，嚎着喊着妻子的名字，这表现一下子洗清了丈夫的嫌疑。接着视频中绑匪提出新的要求，丈夫立刻冲出了家门，向媒体大声呼喊绑匪要50亿不连号的现金，请大家来帮帮他，他言辞恳切是真的着急了。转天他取出了50亿，被感动到的民众排队给他换钱，电视台还为此开了直播。很快钱凑够了，警察给他装备了通讯设备还有定位手表，丈夫带着钱火速开往指定地点，警察们也早已提前布控。可当丈夫火急火燎地到达目的地后，没见到绑匪，只看到了一个闹钟，绑匪提示他跟警遥控车。接着绑匪又提出到棒球场交易，丈夫赶紧一路狂飙来到棒球场，而绑匪又要换到汉江边交易。终于丈夫赶到了汉江边，但眼前空无一物。就在这时一架无人机从天而降，丈夫按照指示把钱放进网兜，顺手也把定位手表放了进去，紧接着无人机迅速升空，警方胸有成竹地跟在后面，而丈夫却露出了个耐人寻味的表情。无人机不慌不忙地绕了一大圈，最终停在了广场上。不久一个打扮像乞丐的人靠近了无人机，警方迅速控制住乞丐，但当他们打开袋子时，50亿现金竟变成了废报纸。警察愤怒地大骂他是渣男，为了钱不救媳妇儿。可丈夫也很无奈，原来是绑匪让他把钱掉了包，否则就要杀了他妻子。晚上丈夫在家等待着妻子的归来，
可等来的却是警方的搜查令，因为有人举报他在红酒中下毒。丈夫瞬间想到了美女下属，这是见不得他有一点好啊。他趁机跑上二楼把酒瓶拿出来，但却无处可藏。这时警官突然喊他，他顺手把酒瓶扔到了柜子底下，可酒瓶却自己滚了出来。看到酒瓶，丈夫愣住了，只好捡起来说原来在这儿呢。警察一点酒瓶就知道他把酒倒掉了，但让他别得意，酒瓶塞他们照样也能验出来。丈夫暗道不好，但却强装镇定。而警方早就查出美女下属和他的关系，怀疑毒是下属提供的，因为下属是食品专业毕业的，而且他的购物清单中就有能提取毒素的期数。可丈夫还在坚持两人只是同事关系，但警方给他看了视频后，他竟破防了。原来在交易赎金的过程中，美女下属一直在跟踪他，现在警方怀疑他联合下属绑架了妻子，就要逮捕他。但丈夫还在担心未归的妻子，然而他激动地表现在警方的眼里就像在演戏。最后他要求换件衣服再走，而另一边美女下属已经被逮捕。丈夫走进卧室，看着两人的结婚录像，当时他们是那么爱对方，他后悔对妻子不忠，后悔没照顾好妻子，现在一切都晚了，妻子应该是回不来了。于是他把脑袋伸进了绳套中。与此同时，警方在大桥下发现了重伤的妻子，他指甲滴血，但钻戒还在。在救护车上，妻子更是露出了不易察觉的笑容。原来为了挽回丈夫的爱，妻子每天给自己抽血，然后把血泼在地上，制造绑架现场，最后暗中观察丈夫的反应。可惜让她失望了，丈夫很高兴她被绑架，妻子立马怒了，她拿出了钳子拔掉了自己的指甲，真是个狠人啊。接着她把血滴在了丈夫的车里，这就有物证。而学弟又在网上推波助澜，说丈夫为钱放弃了妻子，这就有舆论，从而把丈夫塑造成了绑架犯。而这一切妻子已经计划了一个多月，起因是她闻到了丈夫衣服上陌生的香水味，于是她趁丈夫熟睡解锁了丈夫的手机。这一看让她彻底崩溃，丈夫和美女下属在计划如何杀死她，五花八门的暗杀方法他们讨论了个遍。妻子原本是财阀千金，为了爱嫁给了当厨师的丈夫，妻子父母自然是极力反对，父母去世后宁可把数亿家产捐出去，一分都没给妻子留，但妻子认为只要有丈夫的爱财钱，那都是粪土。可现在丈夫却要杀死她，她先痛快地哭了一场，然后就开始布局。她先在美女下属在家安装窃听器，夜夜监听他们做减肥操，听得她恶心的直吐。下一步她需要一个嘴替，丈夫出轨自己说出来可信度低，反而是别人说出来最可信，所以她在不经意间告诉邻居太太丈夫出轨了，最后再假装偶遇暗恋过她的学弟，向她倾诉自己悲惨的婚姻，自己爱慕的女神被欺负，学弟都不用她拉拢，立马决定帮助她。终于这天她得知丈夫要在红酒中下毒，她决定先一步动手，她开始只想吓吓丈夫，但丈夫那种恨不得她赶紧死的表现，让她决定把丈夫变成替罪羊。可是在丈夫宁可舍弃50亿也要拼命救她时，她心软了，决定再给丈夫一次机会，于是她让学弟打伤自己，拍摄视频送到丈夫手中，证明丈夫不是绑架犯，接着又让学弟把她带到桥下，学弟哭着拿起石头打伤了她。就这样她合情合理的被警方救回，而当晚要上吊的丈夫也被警察救下，就这样夫妻俩重逢了。妻子真的全身长得都是心眼啊，丈夫你说你惹她干啥。接着又传来好消息，警方拿走的红酒瓶中并没有查出毒素，丈夫彻底被洗白，捎带着美女下属也被放了出来。你说为啥不直接处理了下属，你以为她不想啊？一个提供毒一个下毒的，光摘除丈夫她想也摘不出来啊。妻子回来，丈夫是发自内心的高兴，他还特意在家布置了一番，对妻子照顾的更是无微不至，妻子终于得到了他想要的婚姻。而另一边看到电视中秀恩爱的两人，美女下属不乐意了，他一把打翻闹钟，竟发现了里面的窃听器。与此同时，妻子也在家中拆除着窃听器，他这是要金盆洗手，彻底好好过日子了。殊不知啊，丈夫早发现了这个窃听器，他本想留着调出真正的幕后指使，万万没想到竟是自己的妻子。丈夫顿时觉得背后发凉，这身边天天睡着个活阎王啊。可不久后，妻子竟捧着窃听器给他看，说他害怕死了，妻子的表情一点都不想装出来的。丈夫心想，就妻子这样的恋爱脑，怎么可能有这个心眼。丈夫不再怀疑妻子，但金钱姐夫的启发，他十分肯定学弟就是绑架犯，于是开始调查学弟。这一查，他觉得脑袋上全韩国的绿地面积都没他的大，学弟上传的话全是他家的东西，还有那个情侣杯子，他都能想象到两人甜蜜的喝着热可可，妻子娇羞的绣着美甲，又一起制造现场，学弟的臭脚丫子穿上他的鞋啪啪的踩出脚印，两人高兴的击掌瞬间拍醒了丈夫。丈夫把窃听器又装回插座内，准备来个引蛇出洞，家里上演着碟中碟，但餐厅的生意却异常的火爆。可突然有个大妈故意找茬，来回换了十几回菜，原来是大姑姐啊，这是来收拾美女下属吗？
下属说了句难听的大姑姐，就要把菜扣在她脸上。下属哪受过这种气，她要让丈夫求她回来。不巧的是，妻子来了，直接撕了她的名牌，别想再回来。丈夫心想，妻子在身边倒是方便了监视，可他还没查出什么，警方却给他提供了消息。棒球馆拿走赎金的人是名女性，警方问他妻子有没有这样的衣服，他虽没见过，但却给他提供了新的方向。接着他又得知，妻子是在一个月前告诉邻居他出轨的事情，而钥匙也是在一个月前给他外甥女。丈夫也不傻，巧合太多就是阴谋。他半夜趁妻子睡着，就开始找视频中女子的衣服和那消失的带毒的红酒瓶。就在这时，妻子如鬼魅般出现，手里还拿着红酒。原来当晚丈夫满屋子找妻子时，妻子就已经调包了红酒。妻子也不装了，承认了一切。丈夫气得就要去报警，可妻子知道丈夫下毒的事儿，而丈夫也知道妻子伪造绑架案，双方都掐着对方的七寸，谁都不能拿对方怎样。但丈夫可以抢，可他还是不了解妻子。他以为妻子是去练瑜伽，其实等他走后，妻子就会到隔壁练柔术，而且是能打世界级比赛的级别。两人一个凭技巧，一个凭蛮力，一起摔倒在楼下。丈夫抢过红酒就要倒掉妻子，却被气笑了，你傻不傻，这么重要的证据谁会随身携带。为证明他所说不假，妻子在他面前喝下了红酒，丈夫都傻了，不知怎的他也喝下了红酒，然后两人就笑了起来，又变态又疯狂。而另外一边，学弟死在了画室的大火中，但唯独妻子的巨幅画像保留了下来。学弟又是谁杀的呢？画面一转，婚礼上妻子突然拿出钳子，她不要钻戒，要丈夫的指甲。丈夫奋力挣扎，突然他醒了。现实中更恐怖，他看到报纸上说学弟被烧死在画室中，他瞬间怀疑是妻子杀了学弟。再听到妻子咔咔剁苹果的声音，看到料理机中鲜红的果汁，丈夫仿佛看到了屠杀现场，把他都要吓抽了。他想快速逃离这个家，但却被妻子叫住。好在警察来了，让他有了安全感。但警察却是来问学弟的事情，他好想告诉警察凶手就在眼前，可他们互相掐着对方的把柄，只能在警察面前演戏，说什么也不知道。送走警察后，丈夫开始跟踪妻子，他发现妻子拿了个超大的袋子，这完全能装下50亿，但妻子却进厕所换了身衣服，这就更可疑了。他一路跟随，竟看到了妻子密会学弟，而且还看到了那50亿。丈夫表现得比见到亲妈都激动，可学弟又拉着钱走了，丈夫赶紧跟了上去。但就在转角处突然出现的妻子和他撞了个满怀，妻子表现得十分惊喜，但却把他往反方向拉。与此同时，警方发现现场只是烧坏的模特，并不是学弟。根据画室背景，他们认定学弟就是绑架犯，开始通缉学弟。而丈夫这边，他又找到美女下属，承诺一搞到钱就和他远走高飞。但晚上妻子竟主动承认是学弟威胁他骗赎金，并且他还保证能拿回赎金，但要求妈是丈夫要早点回家。妻子嘴上说着软糯的话语，但这手上的动作就要把丈夫的魂吓飞了。丈夫更是不想回家了。美女下属说她能找到学弟，原来她悄悄潜进更衣室拿走了妻子的手机，手机没有密码，那她就直接关机，联系不上妻子，谁最着急？当然是学弟了，所以学弟必定会来跟踪丈夫。果然如她所料，学弟出现了，然后美女下属故意在家里和丈夫亲密互动，因为她也把窃听器装了回去。学弟在楼下听着他们的战况，越听越生气，不停地给学姐打电话，但却一直打不通，所以她头脑一热，袭击了丈夫。她是真想杀了这个混蛋，但却被妻子打晕。学弟瞬间愣住了，妻子问她为什么要擅自行动，还把丈夫护得死死的。学弟只好伤心地离开，但丈夫却不领妻子的情，说她就是个魔鬼，恨不得就要杀死她。妻子却说她现在变成这个样子，就是因为丈夫。丈夫不先动杀心，她能如此？丈夫想要分手，但妻子不愿意，因为他的婚姻中必须有他。两人冷着脸进了家门，却突然被花瓣雨吓到，原来是亲人们来庆祝妻子回家。妻子和家人们一起寒暄，丈夫却在想把手机藏哪，可惜还是被妻子发现了。妻子终于听到了学弟的留言，但他反而觉得学弟多管闲事了。第二天，丈夫根据下属提供的地址找到了学弟的落脚点，他本以为要发大财了，但箱子中却只有咖啡豆，钱去哪儿了？原来当天妻子早就知道丈夫在跟踪，就故意让他看到赎金，又故意和他撞个满怀，给学弟调包赎金的机会。接着学弟再把赎金交给快递，妻子知道咖啡豆都是早晨送货，而丈夫从来不早起，就这么着把赎金藏在了丈夫的眼皮子底下。而丈夫这边正生气，没找到钱暗暗地骂着学弟，没想到在楼下发现学弟竟然死了，身边还放着妻子的画像和一把刀，难道是妻子杀的？他越想越害怕警察来询问他时，他更是害怕地逃跑了。不跑还好，一跑他就成了杀人犯，他赶紧跑到下属家，可警察片刻后就找上了门，他只好跳窗逃走，在车中骂着该死的妻子。这时一只手突然掐住他妻子，竟出现在车里，
不用问他为啥知道位置，妻子浑身长心眼，怎么可能不给安装定位？妻子不由分说的拉他到最热闹的商场约会。妻子问是不是丈夫杀的学弟，丈夫否认。丈夫反问妻子是不是杀了学弟来陷害他，妻子低头看到丈夫腰间的刀，立刻坐到他身边说，你是不是傻？我如果要陷害你，应该拿满是指纹的刀插在我身上，然后在警察面前抓你个现行。丈夫这才知道妻子报了警，可妻子告诉他在四点前保持沉默就一定能救他出来，接着就把刀藏进了包包。丈夫心想自己这是要被玩死了，但他只能选择相信妻子在警局半个字都没说。终于妻子来到警局，看到美女下属他视而不见，反而是律师给了下属一笔钱，说是遣散费。下属气得扔了钱，但想想可以跟人过不去不能跟钱过不去，他又把钱捡了起来。3:55，律师以证据不足要求警方放人，局长只好照做。但这时检验科说学弟的刀上有丈夫的血迹，这其实是在袭击时沾上的，证据确凿，警方就要逮捕丈夫。而这是妻子拿出击伤学弟的扳手和自己车库的备用钥匙，说学弟偷袭过丈夫。可问题来了，袭击你们为什么不报警呢？妻子说她是想让学弟自首来着。那丈夫为什么去学弟旅馆？妻子又说是为了劝说学弟自首。这就让警方合理的怀疑他俩没谈好，丈夫就动手杀了学弟。丈夫猛啊，这是要救我还是要害我啊？就在这时有人送来了花篮，令人意外的里面竟是学弟的遗书。学弟说他十分爱慕学姐，他痛恨丈夫，但却不能救学姐脱离苦海。那么化石和赎金已经没有了意义，他也没有了活的意义。本人都承认自杀了，警方自然是不能再压着人了。丈夫一看手表4:05，再看看花篮指定配送时间下午4点，妈呀，妻子是算准了每一步啊。丈夫顺利从警局出来，但记者们却闻风而至，准备蹭波流量。可妻子却把他们都请进店里，好吃好喝好招待，这吃人嘴短能不给店里宣传？妻子的这波反向蹭流量让店员们不住的喊高，实在是高。但这时最不该出现的人来了，下属气势汹汹的走向妻子，本以为要上演一场西巴的扯头发大戏，谁知道美女下属扑通一声跪了下来，哭得鼻涕一把泪一把说，姐我错了，是我错把老板的关心理解成了爱情。丈夫是一脸懵逼，而妻子更是不按常理出牌，立马原谅了他，那温柔的表情就像对待失散了多年的亲姐妹。因为媒体都在，妻子不能破坏人设，她必须原谅，而下属也能名正言顺的重新回来。晚上丈夫问妻子为什么能准时送来学弟的遗书，原来昨天晚上妻子去见了学弟，她让学弟写下遗书然后就躲起来，没想到反而救了丈夫。这时丈夫感动得不行，说50亿被烧了无所谓，咱以后好好过日子。但其实他只是在演戏，因为他已经知道钱藏在哪了。原来啊，妻子是百密一疏。丈夫在库房楼梯上发现了遗落的咖啡豆，当厨师多年的丈夫立马认出这是库房中陈年的咖啡豆，随即锁定了钱的藏匿之处。有了50亿，咱就是有钱人了。他立马给美女下属打电话，计划去哪里消费。可这时他却被袭击了，是贪婪的钱姐夫。两人瞬间搏斗在一起，钱都抢得满天飞。最后钱姐夫抢走了25亿。不久感觉不对劲的下属也来了，他拿起电击枪也是一阵的无语，但没一会儿他就会用到了。就在这时妻子也来到店内，听到脚步声丈夫赶紧捡钱，不料下属竟给他来了一击，他拿着钱就跑。妻子一看现场就知道钱被抢了，但他更在乎丈夫有没有受伤。妻子愤怒的就要去找凶手，但当他路过垃圾桶时，他知道凶手是谁了，因为垃圾桶中咖啡豆的送货单不见了，而那天早上只有钱姐夫来过。妻子立刻去商店确认，钱姐夫的照片一出店，小二回答没错，就是他。他也下了狠心，回家拿出丈夫下了毒的红酒滴在了糖果上。另一边丈夫回到办公室，发现下属竟藏在这里，他是想既消除丈夫的嫌疑，同时也保住最后的25亿。而妻子则直接找到钱姐夫要钱，可无耻的姐夫说钱就在我这儿，但我就是不还，你能拿我怎样？妻子也不纠缠，直接离开。随后钱姐夫给丈夫报信，怎料妻子并没走，他看到钱姐夫在打电话，立刻拨了丈夫的号码，发现电话占线，他就知道两人是同伙。丈夫得到消息赶紧带着美女下属就要跑路，可却在停车场碰到了妻子。妻子明知道他们要逃走，却完全没有阻拦，因为她会让丈夫乖乖回来的。丈夫和下属打着飞机找了个好地方把钱埋了起来，开心的计划着是去淄博吃烧烤还是去蹭个街拍呢。但这时钱姐夫打来电话说妻子绑架了外甥女，丈夫二话不说抡起大铁锹把刚埋下的钱又挖了出来。很快两人拎着钱来到工厂，他们从摄像头中看到了妻子，妻子让他们把钱放进桶里，他们不愿意，妻子就拿出一颗糖果，还好心的解释这上面有丈夫下毒的红酒。糖果扑通的掉进了缸中，于瞬间死了。难道他给外甥女吃了糖果？见状钱姐夫不敢犹豫把钱扔进桶中，随后他们找到了一动不动的外甥女。钱姐夫是伤心不已，
但没想到外甥女突然大喊耶，游戏我赢了。原来妻子跟外甥女说他们玩个游戏测试爸爸有多爱她。回到家，丈夫和妻子提出离婚，玩不过你我走总堂吧。但妻子却想用50亿来留住他，可丈夫去意已决，收拾行李就要走。妻子抱住丈夫要挽留他，可换来的却是一记电击。丈夫拿着50亿啪啪的走了，然而回头丈夫发现哪有50亿，全都是卫生纸啊。与此同时，妻子竟然失忆了。狠不下心的老公最后又回家照顾妻子，为她洗衣做饭，没想到还是被老公戳穿。妻子不放弃，又要联合老公的出轨对象要毒死丈夫，不料美女下属竟答应了，但转身她就告密给丈夫听了录音。丈夫恨得牙根痒痒，他决定要以牙还牙，毒死妻子，于是就和下属一起炼制毒药。这天妻子以吃散伙饭为由约出了丈夫。好笑的是，两人见面先互相进行安检，生怕对方带了武器，接着各怀鬼胎的二人开始采购食材。两人非常默契地选择了对方爱吃的食物。做好饭后，妻子给丈夫端上了有毒的牛排，但丈夫早已记下妻子做的菜，就选择了没毒的香肠。作为回礼，丈夫也给妻子递上了水煮鱼。丈夫满怀期待等着妻子吃鱼，可妻子却说起了第一次约会的事情，说到动情之处竟潸然泪下。她承认自己在菜里下了毒，她是恨丈夫，但她并不想丈夫死。听到妻子的真情告白后，丈夫赶紧拦下妻子，不让她吃鱼肉，两人这是要重归于好。可这时美女下属突然造访，一看两人都安然无恙，还都互相说了毒是从她那儿拿的，美女下属怒了，你们俩当我是萝卜蹲了。气得她拿起面包蘸了菜汤狠狠地吃了一口，下一秒下属吐血而亡，这可怎么办。而这时门外又传来了前姐夫的敲门声，两人立刻分工，妻子负责处理下属尸体，丈夫负责应对前姐夫。妻子把下属尸体放进后备箱，然后开车离开，而屋内的前姐夫拿起了大虾仁就要吃，丈夫赶紧拦下，边说菜坏了，便把菜全都倒掉。这菜香还没散去怎么就坏了呢？前姐夫低头一看椅子上的血迹，他知道这个屋子里发生了大事情，话分两头说，妻子这边在郊外挖了个坑把下属埋了起来，回来后妻子安慰丈夫一切都过去了，但丈夫却被吓得总是出现幻觉，备受折磨的丈夫实在受不了了，就选择了自首。谁能想到美女下属活生生地出现在了警局。原来不久前妻子在信箱中发现学弟写有新手机号码的信，那么学弟就不是自杀，他觉得还有一个敌人在暗中盯着他们，于是就找到美女下属让她配合自己，在下属吃下面包后悄悄地递上了血浆胶囊，接着再以埋尸为由送走下属。果真对方上钩了，第二天就送来了恐吓信，声称知道他们杀了下属，索要封口费50亿。妻子赶紧让丈夫取钱，毫不知情的丈夫只好照做，看到后备箱又吓得产生了幻觉，而妻子则拿着仪器寻找窃听器。当他发现窃听器后，他故意打电话给朋友，假装让对方把50亿用快递送到家门口，随后他就发现女邻居竟要拿走快递，没错，就是邻居两口子装的窃听器。事情回到学弟袭击丈夫当晚，邻居正好听到50亿赎金在学弟手中，所以女邻居一路跟踪知道了学弟的落脚点，然后在学弟出去后她悄悄地潜进了房间，但学弟回来的太快，所以两人打了起来。在打斗中，邻居把妻子的话扔出了窗外，学弟为救女神的话就跳了出去，邻居又推了一把，所以学弟死得很冤啊。锁定邻居这是监听者后，妻子竟端着蛋糕主动上门，对话中智商200多的妻子就把邻居炸了出来，随后妻子就打算去报警，但却被邻居一刀戳中。不久知道自己又被耍的丈夫愤怒地回到家中，在桌子上再次看到绑架信，他以为妻子又在耍花招，骂骂咧咧地扔了婚戒，直到男邻居把刀架在他的脖子上，他才知道是真的，他只好带着邻居去车里拿钱，可后备箱竟然是空的。邻居瞬间怒了，命令他立刻拿钱回来。问题来了，钱去哪儿了？原来被美女下属拿走了。作为陪妻子演戏的报酬，妻子提前给了他车的备用钥匙，就这样下属悄无声息地拿走了50亿。丈夫也怀疑到了美女下属，他快速跑去餐厅，竟被告知钱被男邻居抢走了，他真后悔自己没开车。这下丈夫慌了，没有钱又不知道妻子在哪，但邻居发来的视频给了他线索，他发现妻子手上竟带着他的婚戒，他赶紧往家跑。与此同时，女邻居已经开始泼汽油了，终于丈夫赶到，女邻居让他们互相说遗言，妻子说求你把穿过的鞋一定要放进鞋柜啊。丈夫立马心领神会，冲到鞋柜就要去拿灭火器，可惜男邻居又回来了，最后在争斗中丈夫被刺了一刀。而这时妻子竟提出和邻居们联手，他希望邻居把他们夫妻抬到门口，叫辆救护车，再一把火烧了别墅。作为回报，他们不仅能拿到50亿，妻子还会在警方到来时给他们拖延时间。就这样，邻居拿着50亿开始了富有的逃亡，美女下属得到了餐厅的产权，最大赢家妻子则得到了160亿，因为她在国外给自己买了保险。
想得到全额保险就得满足被绑架并且房子可以烧两个条件，而最重要的一点是受益人是丈夫。这时丈夫浑身汗毛都炸起来了，妻子究竟是爱他还是只需要一个丈夫呢？最后丈夫总结，婚姻就是战场，不一定非要战胜对方，向妻子示弱也许命会更长。至此多重反转又烧脑的韩剧已解说完毕。好了，这里是电影解说公司，我们下期见。